这个场面太混乱了，看一下，这就是别人的年终奖。爷爷，我长好了，快把蝈蝈给我嘛。好香啊，我还要吃。等到爷爷一起走是幸福。会有这么圆的熊猫？啊！糟了糟了，花花挺动了。懵了，看个熊都不好了。走了。哎呦，坐下了。坐在端端正正，像个人一样。好开心啊，花花。花好可爱。欢迎来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它还躺起吃，懒得很。啊！糟了糟了，挺动了，开始游移。嗯。我今天又出去捏泥巴，我回来的时候铲屎官非常的不开心，但是我只是默默的望着他，随便他给我洗不洗澡，反正我也不在乎，我觉得干净也过，不干净也过，洗不洗澡是他的事情，反正我很开心。